给了你雄心豹子胆，敢动圣上要报的人，那将，滚！怎么，还想等接应的人吗？可惜，你永远也等不到他们了。将他给我押入大牢，严刑拷打，不论死活。是，走。 救上来了！刘将军救上来了！松手啊，将军，怎么不松手啊？ 时间了，怎么还不行啊？松手！陛下，林将军一直握着手腕上的琴弦。 那琴弦都已经陷入肉中了，我们想替将军解开，可他死活不肯松手。若不解开，我们没法替将军治伤。什么琴弦？是少商弦。此时哪怕是在昏迷之中，也不让任何人碰它。少商，那程娘子在哪儿啊？不是让你们请她过来吗？哎，回陛下。 程娘子就在外面呢，就在殿外，为什么不进来啊？哎，陛下，程娘子说，她跟林将军缘分尽了，还是不见？进什么进？朕允许他们缘分尽了吗？让他进来，不进来，找人绑进来。是，陛下，林将军伤得太重，又挨了冻，能不能，别看今夜熬不熬得过了，可现在，林将军谁也不让碰。 林将军，疼吗？早去早回，我在都城乖乖等你回来。 从今往后，若君不欺我，少商定不相负。
你我已孽别为盟，此伤人心。我平静再问你一次，你可有话要对我说？你究竟是谁？林不疑，还是胡无声？林不疑，若你今日敢欺我一人，我陈少商对天起誓，此生此世绝不原谅。生世世也绝不原谅。林不疑，少山，放开！之后我们可以在别院种一处花海，你弹琴我吹笛，从此以后我们白头偕老，生死一处。他那儿刚醒过来，你这儿就病倒了。少商让皇后担心了。知道于会担心，就该好好保重自己。子胜醒来，瞧见你这副模样，岂不担忧？我与他绝无可能。你可是弃他，隐瞒你孤城一案？国之大义，孤城将士，百姓冤屈，与我们的情爱相比，太重，太大。若换我来抉择，亦会像他这般。我不怪他。你能这么想，
最好。那你可是怪他杀灵毅，陷自身安危于不顾啊。我也不知他哪些是真心，哪些是算计。我疑他利用我救太子心切谋换虎符，最终害了太子，还连累你。我还在圣上面前为他澄清分辨。圣上对不住你。他们男子在外面行事，哪里由着女子左右？与怎会不知你的苦楚，又如何会怪你？皇后和善，待人待事皆可忍让，可我偏偏相反，我偏不能接受被这样对待。他若想去杀敌，他便可告诉我，我也愿与他一同去，哪怕是上九天赴黄泉，也可一同去。可我绝不能原由他抛下我，还口口声声说是为我好。我自小就被阿父阿母抛弃，如今连他也抛弃我。皇后和圣上都教我，父亲本该是一心，对吗？可为何我对他一心，他却对我处处隐瞒？他与我又何曾一心过？你意已决，我意已决。那当年之事，你可想查明真相？想，我想弄清楚，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。我也想死心，死个明白。你想知道答案，那你便去查。无论查到什么，如何选择，鱼都支持你。皇后为何对我这般好？我是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还不起你这个恩情。鱼的人生不如意，便盼着你的人生能顺畅些。你得带鱼好好的活。鱼也应学你一般，果敢一回，求个明白。
放我出去！回去！说了不让你来，你非要来。放出去！放出去！自那日目睹城阳侯府血流成河后，淳于氏就变得疯疯癫癫的，见了人只会扑上来撕咬，根本什么也问不出来。他疯了？怎么会这么巧？我今日来是来解心中疑惑的。我见过淳于氏也灵异相处，并不是恩爱夫妻，既不恩爱，为何林毅要冒着骂名娶淳于氏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淳于氏抓住了林毅把柄，所以林毅才不得不娶她？淳于氏，林毅已死，若你肯交代事情，圣上或许会网开一面，放你一条生路。死了？死了？他真的死了？他死了，身首异处，圣上下令葬身乱坟岗，无人送终。你呢？想活吗？我想活，我想活。他已经疯了。把门打开。他已经疯了。我让你把门打开。开门。是。你可知以当年为何消产？我们问过你府中的管家，他说林毅常年在饮食里加了一味药，那味药多年饮用便会终身不愈。你以为你藏着他与彭坤副将勾结的那些证据，便可以高枕无忧地做陈阳侯夫人了吗？林毅这种奸诈小人怎会甘心被你威胁？比任何人都希望你此生无依无靠，孤寡终生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地被他拿捏，也再无底气威胁他。算了，既然你是疯了，多说也是无益。不过疯了也好，知道真相之后也不必这么痛苦。你们就父子二人团聚吧，我也要为自己另寻个出路了。将这尊神像送到三才观，交给汝阳王妃，你就跟他说，这是我亲手塑的神像，侯爷即将五十大寿了，
请蜡王妃帮我供奉神像，为侯爷祈福。三才馆呢？女娲娘娘，你要保佑我，求你让我生下灵儿，不要让我再孤独孤苦无依了。三才馆的女娲娘娘，女娲娘娘，你说他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？无论真假，如今他想活着就只能是真疯。霍夫人受过的苦楚他全都该受一遍，这就是因果循环，这就是报应。那我们现在去散财馆，传音室的证据应该藏在那儿。他最近定是给汝阳王妃送过礼。林将军在崇德殿生炉子炖药，怕是不妥吧？是朕的主意，就在崇德殿上炖。你有意见啊？臣不敢。今日诸位大臣都在，我们就想知道孤臣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。林将军，林将军，我姓霍，不姓林。我还记得，那正是杏树结果时，我自幼好动，阿离身子骨弱，又爱吃杏果，便让我去帮他采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糟了，这是阿母早晨才给我准备的衣裳，若条件一日不到就糟蹋了，定要罚我了。我看看，没事儿，咱俩换成衣裳就成了，都说是我的主意。我要穿你的衣裳去演武场，让舅父认认，看他能不能认错。等回来了，你就说这衣裳是我弄坏的，舅母舍不得骂我的。我阿父阿母不责骂你，可姑母的性子火爆，定不会轻易饶了你的。我吃杏会长疹子。这不是给你的，这是给舅父和舅母的。他们收了我的信，会在我阿母面前说好话的。就算阿母到时候想收拾我，还有他们拦着呢。我换上阿离的衣服，悄悄去阿父的军帐，想将信果放下便走。你们先都退下，我与将军有要事相商。谁知正好撞见了那一幕。
是援兵迟迟未到，我想他们是来不了了。如今立地占了大半个江山，文氏也撑不了太久，他日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。你我为文氏卖命真的值得。既然文氏不顾你我的死活，将军你何必又为了他死死守住孤城呢？听闻立地调遣了20万援军，我们扛不住的。不然，撤。念在你是我妹夫的份上，我当你没说过这句话。敢再提弃城之事，我先杀了你。是会来吗？不会的，他们都来不了。没有援军，一个都没有。我也是逼不得已，为了大家好，别怪我。混账！这个灵异上来就是贪生怕死，是霍兄让他去看守仓库，他才免于上阵杀敌。若不是霍兄，就凭他还想进入军中？灵异早与人有所勾结，可我那时并不知是谁，直到前些日子我查到寿春，才知与他一同害死孤城之人是彭坤。谁说要放了他们？霍冲一死，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，孤城不能留。文帝兵败，再次一召，你随我去接主公进城。你骗我！不是说好了要放过我全家？是护你，不是你们。霍家留的一人，日后便会有人来替霍冲报仇，成大器者就当心狠手辣。日后你封侯拜将时会缺女人吗？又没让你亲自动手，屠城的士兵会替你解决。别犹豫了，孤城城破，满城的妇孺都
都没逃脱。这帮混账！既然灵毅引立地兵马屠城，你当年和霍君华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呢？点燃了屋子，我被烟火熏晕了过去。也许是我命大，那日孤城大雨倾盆。待我醒来时，天色已晚，尸横遍野。堆里两天两夜，不吃不喝，才敢逃出城门。自那以后，子少，我姑母时而疯癫，时而痴傻。然而口中却一直喊着安离，回都城，回都城。那一路以来，我们当过乞丐，吃过少水，好几次险些丢了性命，熬了两年，终于回到了都城，见到了陛下。我叫灵不宜，陛下，这都是凌不疑为脱罪的一面之词。你别说话，朕要听他说。
便是现在的我说这些，又有谁会信？更何况当初的我人是一稚童，众人定会觉得是我姑母不满林毅再娶，所教唆我说的谎话。所以，我若想报仇，就只有与阿离互换身份，认贼作父，隐姓埋名，只为有一天能够手刃仇人。但是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就这么杀了林毅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替我阿父报仇，我要替霍氏满门报仇，我要替孤城百姓报仇，我要让所有跟孤城一案有牵连的人都付出代价。搜索爪牙，查漏补缺。可到了最后，我还是输了。他将当年所有关联之人，包括彭坤尽数杀害，我姑母也再熬不住，含冤病死，死不瞑目。至此，人证全无，万念俱灰，再无名徒可将林贼绳之以法，只得私自动手，以暴制暴。孩子，朕要你亲口告诉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。霍无伤。